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Eon bada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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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心理品呢，分三个方面来宣说。就首先是，以这个连接的方式来这个交接禅修，然后端出唯品和金丝对峙，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就是以连接的方式来，就交接这个让我们禅修啊，这个道理呢，在从此当中是这样说的：发起精进仪，仪当住禅定。那么我们前面呢，第七品当中，已经讲了这个精进波罗蜜多，通过这个精进波罗蜜多呢，应该让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三种懈怠啊，就是三种难度呢，一定要就摒除，因为这个精进这个品当中主要讲了就是四种诸愿。二种这个力啊，就二种力，通过这些教研呢，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比较这个难度的懈怠的
那么不愿意这个修习佛法，尤其是相当善良的这些人的话呢，就反反复复的就是观想，就是看看这个精进没有的话呢，我们实践当中的任何一个法，就是绝对是不会这个修成的。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是应该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穿行，这样穿行呢，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这个资粮也是这个圆满的。《解深密经》当中呢，也已经讲了，就是六波罗蜜多里面的这个浅浅的这些因缘呢，就是自己的这种资粮啊，就是圆满啊，就是圆满。因此呢，就是要这个修厚厚的这个这些这个波罗蜜多，知道了这个精进之后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信呢，就是要安住，就是信这个安住。信安住的这个方法呢，当然是这个非常多的，但是最好先呢，就是开始在这个三智士面前呢，就是听闻这个佛法，就是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继续，就是禅定，就是到一些寂静的地方去，比如说那个，就是在这个学机轮呢，就是学机轮当中呢，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当闻这个说书法，何主四明见，就先，在这个上师面前，就是该听说的一切法，然后呢，就是到这个舍利里面去。我看现在大多数的人呢，只是这个学佛的，而并不是修佛的。因为没有这个修行的话呢，你只是在理论上就是稍微动到一点，也是其实这个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呢，如果这个真正就是从内容上那个思维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84000这个法门呢，就是全部归纳成呢，就是我们这个超乎这个自己的这个相续。除了超乎自己的这个相续以外呢，应该说是这个佛陀呢，就是也没有这个说过其他的法。而超乎自己的这个心的相续呢，也必须要这个实修啊。就所以我们的上师如意宝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个中严心智明鉴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是这个殊陀什么这个殊陀佛陀这个诸法呢，为调众生这个心方便啊，就是为调众生这个心方便，就是也。也就是说呢，佛陀所说的这些无边的这个法力呢，就是为了我们众生的这种这个心呢，就是得以调整而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法。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端出味品方面的话呢，就是略说和这个光说啊，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略说和光说当中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就是略说啊，就是略说。那么这个略说呢，是这样的，这个宋文当中是形以涣散者，为险或雅简，神心若寂静，散乱既不神。古云色色简，景起注视女。啊，就景起注视女。这里的意思呢，我们这个心如果这个散乱的话，那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烦恼这个魔障的这个就是鸟牙之间。身心如果得以清净的话，那就是散乱也是不会产生的。所以我们应当这个舍弃一切世间的这种这个贪念和世间的一些这个对境啊，就是一切的这种世间的对境，那就是必须要就是端出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怎么讲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我们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心呢，就是没有就是一直这个对治法，就这样以后呢，就是一直在外面的这个色身相位方面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散乱啊，就不断的这个散乱。如果心呢就是没有这个调整，就是或者是这个调聚，或者是这个昏沉啊，那这样这个就是没有调伏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让我们这个陷入什么样呢，就是这个端出这个解脱敏感的就是特别可怕的这种魔障的这个獠牙之间呢、啊。如果我们架在这个一个大老虎啊，或者是一个特别可怕的这个猛鼠的这个牙齿间的话呢，那我们知道是自己呢就是生存的这个机会呢就是不会很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实践上的很多人这个为什么这个修行不好呢，就是心态这个散乱呢，因为外境的这个诱惑力太强了，这样以后呢自己的这个心呢、啊、就始终都是没办法在这个佛法上就是专注，就是不专注的这个原因呢，亦是我们无始以来自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这个业障呢，就是很可怕的，就是以这样的这个因缘导致呢，就是精神当中心不能这个专注。第二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呢，以及呢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修行的力量呢，就是比较这个差，就是以自己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心呢，就是整天都是在一种这个散乱当中，就整天呢就是处于一种这个迷乱当中。首先我们这个身体得以寂静，然后身体得以寂静的话呢，心呢就是从分别妄念的这种这种喧闹当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逃脱出来，就然后这个心就是得以寂静。
如果身体和心呢，就是全部得以清净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外三乱和内三乱，就外三乱呢，就是指的是跟经常这个跟亲朋好友天天吃喝玩呐，就是说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呢，这些都是属于外三乱。然后内三乱的话呢，就整天就是胡思乱想啊，就是就分别念就是这个纷纷的这个就是起现就是。那么这些外三乱和内三乱的一切呢，就是全部就是自然这个消失啊，就是自然消失。所以在这个学习论当中呢，也是这个说了就是。若除外境扰，心即不动摇。就是如果外境的这个干扰全部没有的话呢，就是心呢，就是也会这个不动摇的。所以我们这个心呢，还是这个对外境呢，应该就是起到就是很大的这个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这个舍弃啊，就是舍弃就是这些世间的一切的这种这个宿舍啊，就世间的一切这个教育，就是这个必须要就是放弃。如果你没有放弃这些世间的这个教育的话呢，那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在这个弥勒七问经当中呢，就是大家也是知道，就是已经讲了这个亏恼的这个20种过失啊，就是讲的特别的这个殊胜。如果没有这个远离这个尘世，远离亏恼的话呢，真的这个心很难以就是得这个境界。为什么以前噶当派的很多的这些大大，就是他用这个自己的这种窍诀来进行跳行呢？首先这个什么心呢，就是依靠这个法，然后这个法呢，就是是依靠这个什么，就是依靠这个贫穷，贫穷呢就是依靠这个四，四呢就是依于这个山谷，就是那么就是通过这个这种四种这个因缘呢，来这个调整自己的心。因此就是成千上万的这些大德们呢，全部就是趋向这个解脱的妙道的原因。所以呢，也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就是讲光说的时候呢，就是远离这个宿舍和远离这个分别妄念，就是分两个方面来就是宣说。首先远离宿舍呢，就是从过患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这个远离亏劳，然后从那个功德的角度来讲，应该一个一直积极的地方就是分两个。首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分就是两种啊，就是就是升起这个当断之心和应该修持呢，就是当断除之法，就是就讲两个。首先第一个在宗师当中是这样说的，就是弹琴哀离等则难涉世间，古党今起必随之修观行。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弹指琴且哀着这个离扬这个等等，那这样的话很难以这个舍弃世间，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抛弃这些亲友啊、财物啊、就是一切这个世间的这些这个对境。然后呢，就是随着这个前辈就是大的就是智者们的这种这个道路啊，就是好好的这个修持这个止观法门，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修这个就是菩提心也好，就是这些这个禅修呢，实际上呢就是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有了这个寂静良好的这个环境以后呢，自己的心就是堪能啊，就是心呢就是可以这个调整，就是。
我们先刚开始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就是明白，就尤其是指探知我们这个世间的就是情人、世间的这个财富、名声、地位等等，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这个威严，要必须要断开。要必须断开的话呢，先从理论上，先从那个就实际的一些道理上呢，就是了达。就如果没有这样呢，就是不一定就是你像就是有强迫的一种对执念呢，就一定要远离这个家人，一定要远离财富，那这样就是不一定。所以你这个一方面用自己这个教研呢，就是了之。那么首先呢，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就最大的这个威严呢，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贪爱，就是自己的亲人呐、啊，就是朋友啊，就是父母啊，就这些人呐、啊，就是这些人呢，就自己的始终有一种特别就强烈的执着，就这就是我的人，就是。那么我们对他的这种贪爱呢，怎么样这个前途呢？首先就是知道是一切众生是当过自己的父母，就是从这个层面来就是理解也是可以的。或者呢，就是漫长的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情缘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绝对是不能这个定准的，就是不准的。因此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就是也可以这个理解。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舍弃就是贪念的这种这个亲友。其实这个贪念这个亲友的道理如果没有动到，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的话呢，很难以这个舍弃世间啊，就很难。如果世间没有舍弃的话呢，那么我们开启修行门分里面就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抛弃这个世间啊。如果没有抛弃世间的话，那我们始终都是存在一个世间的泥坑当中，就是所以就没有这个解脱的这个机会。所以呢，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不要就是特别的去担着啊，就是自己的这种亲人。如果太这个执着的话呢，真的是这个修行呢就是不会这个成功。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特点。也许这个世间人呢，就是认为是啊，就这种人呢，就是是这个绝情的啊，或者这种人呢，就是没有这个感情的人啊，就是当当就是会说一些。实际上，你懂到这个道理的这个世间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然后对这个财富和名利的这种担着呢，也一定要抛弃。如果没有抛弃的话呢，我们这个精神当中对自己的修行的这个就是苦恼方面呢，还是这个非常有影响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啊，就真的是就是非常的这种可怕，就是担着财物的有些人呢、啊，就转身到这个恶趣里面去的这种公案呢，就也是比较多的。如执诸圣观，能灭诸烦恼，只以先求者，只有涅槃成。那么我们要就是得到这个这些这个断除一切贪念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先就是必须要具足这个机智和圣观啊，就机智和有了这个机智和圣观呢，就是才能可以灭除就是自相续当中的贪心痴心为主的一切这个八万四千个烦恼。
那么所谓的这个寂止呢，我们在这个什么这个心心休息当中啊，就是心心休息当中呢，就是也是这个相呢安住这个性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寂止。然后人是这种性的这个本性啊，就是发性的这种意义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身观，就是也有就是也就是说安住和这个人识的不同的这个层面呢，就是也是这样就是先讲的。因此在这个金庄言论呢、啊，就是在唐毅的那个金庄言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说是这个安息于禅定，次即名为智啊，就是智所谓的这个寂止呢，就是指的是性呢，就是安住于真实的这个法界当中，就是这就是这个寂止。然后那个真诸法分别即实名为观相，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性呢就是安住，或者说是真正是认识的这个法界的本性呢，就是才叫做是这个观啊，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身观。那么先必须要就是通达这个身观，就是和这个寂止的这种教练，然后呢就对着自相续的烦恼，然后知道之后呢，就是先求这个寂止啊，去先求寂止呢，应该就是通过我们就是诸性的这种这个方便法啊，就是就是无光尊在和摩诃人都写的很多的这个大乘教言当中呢，就是已经讲了这个九种这个诸性呢，就是什么这个安住啊、真住啊以及这个摄住啊，就是这个是首先是从外面呢，就是心这个安住下来，然后呢就是紧住、跳住、记住，就是这是从这个内方面来进行这个调整。过后呢就是追记住和续住，还有呢就是登次住，就是三种心呢就是从这个密啊，就是从密方面来这个调心，就是这样以九种这个调心这个方法呢，就是先心呢就是逐渐就是安住。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